讲呢？关绝兵啊！我讲呢？你给收视率高。一去到發覺人山人海唔對路咧，我哋就即刻買 express 啦。咁我哋上網睇到嗰個 standard 嘅 express pass 咧，係其實4000多 yen 嘅啫。但係去到嘅時候咧，佢居然同我哋講係8000多 yen 一張啦。因為佢話嗰陣時係 Halloween 啦，咁人流會勁多，所以嗰個價咧係根據人流而會有浮動嘅。大家留意翻啦。人哋俾呢张嘢佢啦，跟住喺度反嚟反去话：哎呀，都冇咩俾我做咩啊！原来佢冇打开咯，系咪打开傻佬？你咪傻咗！一入到去，我哋第一时间玩咗 Spider-Man 先，因为一早大家都会冲晒去 Harry Potter 嗰度排队噶，反而 Spider-Man 就会少啲人啦。咁买咗 Express 咧，就更加系好快玩完，咁我哋就更加多时间玩其他嘢啦。我哋头先玩完 Spider-Man， 劲好玩啊！不过佢啲佢嗰啲 3D 嘅画面咧，冇我幻想中咁靓咯。之后呢，我就去咗想睇呢个史力加嘅 4D 电影啦，但係呢戆居居唔知点解入咗去排咗劲耐，即係等佢开场等咗超耐之后呢，发觉原来係芝麻街。我想买饮啫，係咪咁辛苦啊？The best costume. 多人都爆炸，系咪会湿噶？我唔知道，应该唔会啩？坐船啩？坐船咩？但我唔知道做乜噶。我觉得买呢个 express pass 咧，就系当所有人都排队嘅时候，咁样打蛇饼嘅时候，我就好怕。哈哈，喺后边，喺后边。咁样咪快乐咯？再睇我前面。就是咁样，知唔知咩叫做好彩啊？成条船应该最湿嘅位，其他人系唔湿嘅，净有水樽。因为我坐，但系如果你怕湿咧，好麻烦嘅。其实佢安排我哋坐系坐喺船边，仲系左边，跟住嗰个鲨鱼啱啱上嚟嗰个位喺我隔喺我隔篱。简直就是为你而设，我哋情侣装啦，好嘛？你唔中意啊？你系 Charlie 喎？咦，我系 Charlie Shelley 啊！你都几多钱啊？几钱啊？6300。系风和日丽嘅下午 ，Suki 喺度晒衫。诶，巴士站有人喺度等车，我相信呢一个系会系我唯一一个喺 Universal Studio 入面坐嘅过山车，轻轻翻，冇问题，癫咗，喂，有料到。恐怖的蜘蛛俠是不是說笑？蜘蛛有離心力的，有離心力咯，你想象不到，是十秒玩完，但是有離心力，有離心力，再說多次，我不知道小朋友怎麼玩，整個飛出街。哇，
喎，呢間嘢係粉紅色㗎。我次次見到芝麻街啦，我想。媽咪。好搞笑啊！呢個。講乜講乜？嗰度塞住咗。好俾心機啊！睇下佢哋。哇！你睇下。嚇曬車。我覺得都是要詳細跟大家講下這個 Harry Potter 的禁忌之旅。其實這個禁忌之旅呢，它就類似過山車形式啦，它就是四個，即是一排四個人這樣坐的，就跟著就這一 group 呢就會跟著一個好像過山車的軌道呢，就周圍在一個城堡裡面這樣飛來飛去這樣啦。那沿途呢你眼看的東西呢就是 3D 這樣的，我有少少嫌佢嗰個畫面可能差少少，可能因為你又揈嚟揈去咧，你睇又冇咁清楚啦。但其實你入到去城堡入邊咧，佢嗰個情況係非常之似你睇戲入邊嗰個樣嘅，真係好似去咗嗰個霍格華茲嗰度讀書咁樣勁 high 咁樣啦。所以你排隊嘅時候咧都唔會悶咯。同埋咧，我覺得好 impress 嘅就係佢嗰啲畫咧，即係你喺套戲入邊睇嘅時候，佢啲畫咧咪係會講嘢咁樣嘅。咁其實佢個城堡入邊佢做到咧係非常之真咯，即係非常之似睇戲嗰啲咁樣嘅情況嘅。跟住玩嗰、那個ride 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唔會話係嗰啲突然間上高跟住衝落去，唔係嗰種嘅，佢會係不停咁樣轉嚟轉去，佢有360度轉嘅 moment 咯，同埋咧佢又會有啲 mix 咗一啲真嘅。即係佢整嗰啲機器咁樣，跟住撞埋嚟，呼呼咁樣，好似勁近咁樣衝埋嚟嗰度啦。好多人都會喺度諗啦。咁我去呢個環球影城，其實最難入去玩同埋最要排隊嘅就係呢個 Harry Potter 嘅禁忌之旅啦。你問我值唔值得呢？其實我覺得是值得的，我之前就沒有做足夠的 research， 所以我就不是上網買定那些 pass， 我是去到先買 fast pass 的，雖然買的時候是覺得超貴，但是你玩完之後我又覺得其實都挺值得咯。你可能真的去第二些樂園未必會玩到類似這樣的機動遊戲和這樣的感覺，好像你真的個人是置身了在 Harry Potter 的場景裡面，所以是值得的。它有少少似忌廉，但好 caramel， 又有啲 creamy 嘅感觉，好味喎。好似嗰啲贡茶啲奶盖嗰啲出，唔啱着呢个人，你扣楼啊！好型啊！你呢个碌。行到去一個即係模擬拍攝，即係火災現場。
個個都拍手咯，所以可以 miss 咗你咁多隻。有麦当劳叔叔啊，见唔见到？哇，你睇呢个过山车，真系惊到睇到都飙尿啊！点算啊？哇，系买咗面粉食啊！睇下佢样子，留意啲啦。好食，但我中意牛奶多啲。我中意寫嗰多啲。係咩？我中意牛奶多啲。好啦，咁呢個我。咁你買多條牛奶俾我。好事。今次環球影城之旅真的非常之開心又滿足啦。其實開頭我哋都唔係好大嘅期望，但去到之後真係覺得非常之好玩。多謝大家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嘅 video 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好快又再見㗎啦，拜拜。